秋风者，我长得像秋风者吗？还蛮开心的，因为秋风者很帅。重点是你说你是阿本的时候，他还是不知道是谁，我一脸茫然，我是躲不红。秋风者，秋风者。我长得像秋风者吗？还蛮开心的，因为秋风者很帅。可是他蛮失望的，因为他说：“欸，秋风者，秋风者。”可是哦，认真看发现好像不是秋风者。好了，帮他艾一下秋风者，希望有机会可以跟这位粉丝合照。重点是你说你是阿本的时候，他还是不知道是谁，他一脸茫然。因为我就说哈。可是我不是秋风者，他就说应该是吧，然后我就说我是阿本，他说我就走了，我是躲不过，气死了。